问六八零啊，家人们早上好！今天祝家人们三八节快乐。姐姐、梦圆，三大人，心语、心语、心言，阿姨啊，家人们早上好！祝大家三八节快乐哈！哎，梦圆，梦圆，你上班了没有？上班了没有？你今天这么早，来给我点小赞赞。早上好，什么意思？三八节快乐。雨林，早上好。果果啊，梦圆，梦圆，你还没有上班吗？早上好，苹果红，福多多，早上好。小玉米啊、哦，小玉米，没有上班哦，那再休息一个月，再休息一个月哈。哎呀，昨天停了电。后面也没有网络，知道吗？等我手机关不了，我说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话呢？原来是卡了，昨天没有，所以说就下线了，没办法开播。啊，昨天我也叫别人来整，来这里看了一下我的网络，检查了一下哈。对，今天早上好，196020，早上好。哎，华，早上好。草莓小兔兔，啊，草莓小兔兔，哎呀。好可爱啊，小草莓小兔兔。早上好，娘子永成、梦圆、可可奶奶，早上好。那家人们给我点一下，亮一下粉丝的码哈，点一下小赞赞。哎，用户菜，早上好。今天节日了哈，今天你没有出去吗？没有去看看花吗？哎，没到处去走一走吗？我下了线，我倒想去我们那个乐山的那个乐心乐。那里面的桃花什么花都开了，我都想去看看呢。李总，早上好，女人节嘛，对对对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也是趁这会儿哈，送给女性朋友们一句话，我最喜欢杨绛先生的一句话：18岁、38岁、58岁都是最好的年龄哈。18岁，有18岁的美。18岁不是因为你漂亮，而是因为18岁漂亮。38岁。不是因为38岁漂亮，而是你漂亮哈。然后我们18岁，我们是青春靓丽；38岁呢，优雅大方；58岁呢，沉稳丰富哈。那女人呢，一定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做个有魅力的女人，不卑不亢，沉稳善良。这句话呢，我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哈，祝你们三八快乐。都哭了一晚上，你总是问一点伤心，没有一点哭就没有哭。为了有我，早上好，我知道你们心情不好，但是呢，今天是三八节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不管你们心情好还是不好，我也希望你们好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昨天晚上肯定很多人哭了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两天我也眼睛很肿，知道吗？啊，也是跟你们一样的，哎呀，反正纠结，反正难受，真的是家人们，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7916，李总三八快乐，阿丽早上好，好的，那有新的家人们哈，谢谢李大姐，谢谢亮的粉丝灯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，三八节女神节快乐。那我跟新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？新来的朋友哈，我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。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性肌肤，这就是我的会所，总共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哈。那等一下新的家人们，等一下免费的关注，抽左上角的福袋哈。等一下我的，因为我是个新手主播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送更多的福利哈。那新来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李总，节日快乐！好，早上好，节日快乐！好的，好的，飘逸，李大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啊！今天节日快乐哈！今天没有很多家人没有出去玩吗？没有出去顾及吗？因为昨天我回了一趟，正好昨天下线，因为昨天的网络有问题，所以说我就没上线了哈。然后呢，正好我妈妈也有点脚有点不舒服，哎呀，我就回去看了一下我妈妈。节日快乐！嘿嘿奶奶，哎，节日快乐，胖牛奶奶，一
一种一种的心态好了，一种一种，六七四一种的心态狠了，老板的心态狠了。哦，哎，我知道，昨天晚上没有睡着的家人们在公屏上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家人没睡着哈。拉新来的家人们早上好，祝你们节日快乐哈。那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，哎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会所，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性肌肤。那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，那新朋友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，抽抽主上家的福袋，把福气抱回家，抱福先抱人哈。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等一下有很大的福利在后面，希望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抽一抽，哎，到时候体验体验一下。不出去玩心情不好，飘逸，嘿嘿，奶奶，哦，这么多人没有睡着哈，昨天晚上甜蜜蜜，甜蜜蜜哈，老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抖爸爸喜欢我们的直播间活跃哈。非诚不可，李总早上好，上班节快乐，李大姐早上好，好的好的，啊，谢谢家人们给我亮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我就是啊，昨天晚上我也知道你们肯定是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没睡着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嘛，家人们？那你们这样长期睡不着，我就心疼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一心早上好，月说你告诉老板，这一辈子叫他随便媳妇4674，老板一辈子找个对象给他骂，找个对象给他骂跑了。李总，今天你跟阿紫一起去玩吗？因为我昨天晚上跟阿紫，这两天估计是不是心情不好，没回复我，下来我再打个电话好不好？昨天我跟他发了很多信息，估计心情不好，所以说我今天下来直播间下来我再问问他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因为他还有东西在我这里还没过来取，我今天再给他打电话好不好，催催他。你就帮帮儿子，你就帮帮儿子，好的好的，嘿嘿，奶奶，干妈你就不能帮帮阿紫吗？肯定想帮，家人们姐哈，我肯定想帮，发自我内心的说我肯定想帮，好不好？只是说这两天他心情不好，怎么帮也帮不上，他不见人，知道吗？包括我昨天给他发了很多信息，打了很多电话没接，那就说明什么，心情不好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今天我再看一看，因为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老是去骚扰他，他反而不舒服哈。你们放心，我直播下了过后，我看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能约出来的话，我带他去散散心，去逛一逛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也知道他的想法了。嗯，他媳妇儿就是一个骂跑的媳妇儿，媳妇儿在那里骂跑了。六七四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拉新了，家人们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哈。老家人们，姑娘娘粉丝灯们，好不好？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乐山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会所，这个会所就是我的。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啊，那就是那个我专注抗衰老解决问题的肌肤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在线上呢是个新手主播，我没有去打广告，我想把这种福利哈给到家人们，好不好？那新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哎，抱抱福气哈，把主上家的福气抱回家，等一下呢我会有些更大的福利在后面，好不好？希望新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稍作停留一下，我跟老家人们聊聊天就跟你们讲，好不好？哎，抽抽主上家的福袋，好不好？呵呵，奶奶，老板心态狠，阿紫喜欢叶总没有办法。那你们是看出来了，阿紫真的很喜欢叶总吗？觉得阿紫很喜欢叶总的，在公屏上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看到那天，谢谢小公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我看到就是那个。就是阿紫那天晚上也好像是流泪了，知道吗？那你们觉得是阿紫爱老板多一点，还是老板爱他多一点？开心，嗯，李总，我知道你很关心阿紫，阿紫有口难言。是的，李大姐，就是这两天，哎，对，我叫阿紫来，因为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，他都不回我，我就知道他心里面还有些东西没走得出来。那我今天下播了，我再跟他聊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也没办法，我只有劝劝他，然后让他想开点，不管他怎么我们都支持他，好不好？当然老板也，李大姐她爱的老板太深了，感觉阿紫心里还是没有接受老板。大板红什么意思？感觉阿紫还是没有接受老板吗？阿紫心里还是没有接受老板。上午好，上午好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哎呦，你这个名字好美哦，家人们节日快乐哈！那
我追一下跟新来的家人们追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叫李美露，来自于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室从事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。好，谢谢小国王，谢谢小国王，谢谢你。那就是那个专注问题性肌肤和抗衰老，那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也把这些福利，线下的一些福利，谢谢小国王，谢谢你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小国王，谢谢送的女神花环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。那我也把这个有些福利带给新老朋友们哈，今天是三八节，大家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新朋友抽抽左上角的福袋，把福气抱回家，抱回家的情况下，抱福先抱人哈，先给我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把更大的福利送给大家。没有接受做普通朋友，飘逸啊，谢谢小国王，谢谢你。阿子深爱着老板，是的，我看到朱丁也是，他叫叶总跟他讲扯结婚证，知道吗？你们都听到这句话了没有？听到了这个公屏上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那谢谢用户909哈，新家人们给我亮一下粉丝灯吧，好不好？不会亮粉丝灯吗？家人给我亮一下粉丝灯吧，好不好？啊，粉丝团，对，好，那我带新的家人们去逛一逛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些新家人不知道我干什么。那我边跟老家人们聊聊天，边带新家人们去逛一逛，好不好？哎，逛一逛。来，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新的家人们哈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，因为很多家人们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哈。那这是我们的一楼的大厅，哎，好，带就是那个新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哎。我带你们参观一下，这是我们一楼的大厅，我们在大厅里转一转，好不好？哎，楼上楼下总共有3000平，那就是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带新家人们参观一下，因为很多新家人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嗯，参观一下。你给我拍的春之画吗？玉儿，你拍的春之画吗？谢谢小公王，谢谢小公王，谢谢你。哎，这就是一楼的大厅哈。阿紫说了，不做朋友，要做恋人。阿紫说了吗？阿紫说过不做朋友，要做恋人。哦，是的。阿紫不想跟他做普通朋友，我知道的，那天晚上也讲得很清楚，要想跟他什么啊？对，这是我的大厅哈，现在家人们看一看好不好？稍作停留一下哈，啊，等一下呢也给你们一些福利送出。老板是身体有问题，不适合结婚。好漂亮啊，那脸福利小国王啊，谢谢你们哈，这是我一楼的大厅，哎，让新的家人们参观参观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在线下室从事了23年的美容。谢谢冬去春来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阿紫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喜欢玉儿，我们也喜欢，对，大家都喜欢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我也喜欢啊，小国王啊，谢谢小国王哈，谢谢你，嗯，老婆，嗯，老板的心太狠了，老板的心太狠了。那你们觉得老板的心狠吗？觉得狠的在公屏上扣个一，觉得不狠的在公屏上扣个二，好不好？老板娘，你的家那么好，老板跟阿紫找一个男朋友啊，这个我肯定的，放心好了。我觉得如果说他和叶总分开了，也许是好事情哈，家人们，那也许会找到一个更好的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？张弟，早上好，雨林，老板很狡猾，妙不可言。那你们觉得老板心狠的打个一，觉得他不狠的打个二，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也没办法说，好不好？早上好，兰姐，早上好。那也新来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哈，来自于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会所，这就是我的会所哈，那就是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，哎，然后呢？因为我是一个新手主播，等一下呢，我会把一些福利带给新朋友和老朋友哈。那希望美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等一下抽抽左上角的福袋，再领一下。我等一下，因为今天是三八节了哈，我会给大家送一些很好的福利哈，希望大家带回去提炼提炼一下。新来的家人们稍作停留，好不好？
嗯，我跟老家人们聊聊天就可以跟你们把这个福利上上。那我再给大家送一点福利，好不好？对，倪大姐有事暂时离开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你们觉得，万一阿紫真的和叶总分手了，那万一又变成了好事情，那你们喜不喜欢呢？那你们喜不喜欢？家人们，如果你们觉得，如果万一我是这样想的哈，阿紫和叶总如果分开了，但是万一他将来找到一个比叶总更优秀的，你们开心吗？如果觉得开心的，在公屏上打个二，好不好？嗯，打个二，好不好？李大姐永远支持你们，谢谢李大姐。阿紫没有要求，只要你对他忠心好就可以啊。那我想问一下家人们，假如说将来啊，万一他这次和叶总真的是分开了，不可能在一起了，那万一他就找到一个比叶总更优秀的，你们高兴吗？你怎么把阿紫接来你会所工作，培养成儿媳妇？四九二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真的吗？哎呀，这当然这就是我更想要的，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呢还要慢慢的来，因为首先我儿子去了深圳，第二点呢阿紫还没想通，知道吗？当一个人从一个感情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，他需要时间，好不好？那你的想法真的是太完美了，我也希望，好不好？乐乐奶奶开心，对，所以说我们要释怀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好不好？阿紫心理太强，是阿紫提出先分手，重重的打了老板一巴掌，付出与培养是更多，人财两空。是的，庸夫蔡说的也很有道理，知道吗？啊，点点关注，对，最好就是9948。那刚刚家人们太会想了，知道吗？阿紫以后找的男朋友比一种强万倍。对，我觉得先让阿紫心意之神叫他给你做儿媳妇。阿紫太苦了，我知道家人们你们太爱他了，我真的我知道。所以说我的意思说，等一下来过后，今天我下来就找阿紫再深入的聊一聊，好不好？让他把这两天释怀一下，因为人在心情不高兴的时候，你跟他讲什么他听不进去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昨天我都不停的给他发信息打电话都没接，那就说明什么？他昨天心情是很郁闷的。因为我昨天呢，再加上呢我也去了哪里，我去回家了，我妈妈有点生病，所以说我大姐也回来了，我二姐也回来了，昨天下午我就去了我妈妈那里。好，接下来呢今天下来了哈，我看一看嘛，我再跟阿紫打打电话，如果说他心情放松了过后，我带他去逛一逛我们这里的一个绿心路，真的很漂亮，春暖花开了，我也心想去拍点美景跟家人们看一看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下播了再去给他打打电话。那现在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我来自于四川乐山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会所，那这也是我的会所哈。那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专注抗 K 老和解决问题紧肌肤，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也给大家亲情送一点福利出来，因为我是新手主播，我为了吸粉哈，没有去打广告，把更多的福利带给家人们，希望家人们喜欢给我打打广告，好不好？那李总三八节女神快乐，好的好的。那再祝新老朋友们三八节快乐哈，我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送给所有的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最喜欢杨绛先生的一句话，18岁、38岁、58岁都是最美的年龄。18岁不是因为是你漂亮，而是因为18岁漂亮。38岁不是因为38岁漂亮，而是因为你漂亮。我们每个年龄阶段都是最美的自己，那女人一定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做个最精致的女人，不卑不亢。啊，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家人们，好不好？祝你一种38节快乐。好的好的，我们都要做一个最精致的女人，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不卑不亢，温柔善良。好，那也现在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专业抗 K 老，专门解决问题型肌肤，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送出福利，好吧？送一点福利哈。那有新的家人们，希望你把祖上家的福气抱回家，抱福之前先抱人哈，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一生有缘，李总女生节快乐，买了李总的化妆品。好的好的，梦
好的好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哈。那也现在叫你们叠一下左上角的什么福袋好不好？叠一下左上角的福袋，哎哎，叠一下左上角。买了你说哎，亮一下粉丝灯牌哈，老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牌。阿紫这样说，离婚了可以，但有婚姻不负责任，特别是对下一代，有和双方伤害太深。我觉得如果与其结了婚离婚，还不如现在分手还更好。反正我是这样想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如果说叶总提出了阿紫他们两个走不在一起，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。那未来也许阿紫会遇到更好的、更优秀的人，也许会因祸得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好不好？李总多多劝阿紫好好沟通，跟老板好好合作，多多赚钱，有钱了什么都有了，结婚的事后面再谈。那下来我因为这两天阿紫都没有见我。啊，所以说本来说他到我这里来拿东西走，因为这两天发信息肯定心情不好都没回我，那今天下来我再催催他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我尽量跟他两个沟通，对不对？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，看看他内心是怎么想的，到底是真的要分还是还在纠结和犹豫，那我再亲自问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毕竟每个时间说的话有些时候冲动说的话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，那谢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的厚爱啊。那家人们，哎，新来的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乐山，哎，来自于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是专做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，做了23年。那我现在也是一个新手主播，为了吸粉哈，我等一下会把福利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稍作停留一下。大家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叶老板喜欢阿紫吗？等一分钟哈，家人们等一分钟。阿紫老板身体有问题吗？真的有问题吗？你们听了吗？我那天倒是没仔细的听，知道吗？他身体有问题吗？因为有家人们私底下跟我说，他说他的身体有问题。两人不分，老板生理上有问题。哦，是有家人们也私底下跟我说老板有问题，但是呢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隐私的问题呢我也不好意思就问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别人的隐私的问题。没有，是他自己说的。那这个东西呢就不好。那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嘛，有什么好大的问题嘛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那我侧面了解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好，我不也不好意思亲自就问。老板娘，你叫阿紫过来，让他心情放松，做你的儿媳妇也是可以的。老板身体有问题，祝老板娘三八节快乐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长得好，长得好，那你的女孩子感觉咱家分手了吗？不要乱讲，你们帮我帮她解馋了吗？哎，好的好的。那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今天把今天的品相讲了过后再跟你们聊聊天好不好？